面，一会儿坨掉了。好，你试试啊。是啊，你们昨天不是你们俩晚上在那儿健身？我跟 Melody 出来，你也不知道是谁吓到谁了。没有说好久了，一直没有，一直没练成。后来你们走的就更加激烈 ，Carrie 整个人都进入了教练模式。你是他的学生？嗯。他很专业吗？健身？挺专业，比我专业。你平时健身吗？我健的，我真的健的。还是个运动员。什么运动？游泳啊。你是运动员呢？对啊，我叫二姐。什么泳啊？都会。宝藏男孩啊。那一会儿如果碰到他们，你就让他们自己煮果条再盛进去就好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个汤汁我都不舍得倒了。你干了它。如此优秀的汤汁。你放了，我来呗。没事，我先把水倒好了就好。来了。走，我来。不知道时间吗？来了。九点了，这么快？你说你看了个啥？还行吗？应该挺好吃的吧？番茄吗？番茄鸡蛋面。你还在这里做主厨？这碗是 Carrie 的。这碗是 Carrie 的，他刚来又走了。你葱花不？对，加点呗。你坐这儿是吧？啊？你坐这儿是吧？对啊。夹，机动能量，还行吗？很好吃，真的。我帮你写。这个没有，今天本来那个什么，你直接把它倒掉就行了 ，Carrie。我的。你把它，我帮你，你把它倒掉就可以。没事。对，我发现没有那个什么，我就不弄。交给我，是干净的是吧？这个水都是干净的。好的。干净。小心。没事。哎，大雄，我倒一下，小心啊。Thank you。让我来做一下人物观察，看你们洗碗洗得如何。当，开玩笑，洗碗专业户。洗得很认真的。我今天要是穿这件衣服，我会离厨房远一点的。你们自己加油吧。没问题，相信我们这些臭皮匠。带过去那个。我觉得要不要带个围裙什么的？那边应该有吗？围裙。你要带围裙吗？你要带吗？没有，带过去那边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要带。Hello.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我闻到了香味。每个人的份都有，你给麦穗做一碗。对啊，对，我要快点，我要出门了。Hello. Good morning.
子家吃面吗？不是吃啊、番茄鸡蛋粉。着急出门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走了。拜拜拜拜，回来再直接吃中午吧。快去吧，早点去，早点回来。告主厨，快点回来啊！好，我待会儿吃一碗面，我就得麻溜的撤了。你还要出去一趟？对啊。稍等啊，很快就好。橙子已经走了是吧？他走了，他特别早就走了，喝了口水就走了。Hello， 哎呀，你这么快就要出门了？嗯，没事，我不吃了，我就来喝口水。嗯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早点回来哦。好的，等你回来私放啊。拜拜，拜拜。橙子昨天很晚才睡。啊？嗯。他说他四点才睡。睡不着是吧？咋都失眠了？心事重重。嗯哼。确实。路人会不会以为这是新的 F 四？古惑仔的那种。古惑仔有点味道。叱咤风云，我任意闯，万众拥护。我们用品要去那边。好，兵分两路，告辞。我们先把主菜搞了。好。哦，这个卷很好啊。嗯。墨西哥鸡肉卷，金枪鱼，还有鸡扒蛋鸡。扒蛋。三明治。加一个这个。好。一次性筷子。驱蚊水。纸巾。保鲜膜啥的要不要呢？啊，寿司可以搞一点，有点米粉。哎，可以。酱牛肉要不要来点？可以啊。拿点梨吧，拿点梨。哦，嗯、好。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走吧。走吧。走。哇，这个甜。出出出。啊，空调，空调。可以分装调整一下，有些放到这个保鲜盒里面的，可以拿冰块搞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啊。嗯哼。今天咋样啊？我不要去 care 其他的事情了，就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嗯哼，开心怎么样就怎么样做就好了。今天已经放飞自我了，不想去，对，不想去想那么多了。有的时候就会，别人做什么事情要说什么，我就会想很多。现在就觉得没必要，嗯，不用不用这个样子。说明橙子还是改变了，现在可能觉得也是时间差不多了，也快到了。其实对橙子来说非常非常难，他就不可能装作完全啥事没有，还以前那样，他心里肯定也犯嘀咕。其实生活中有好多是这种的，对，就是但你们真没办法解决。走，出发。好的好的，走吧各位，出发出发喽。去哪儿玩呢？放点嗨一点的歌吧。冰，嗯，要吃吗？等一下吧，你不觉得吃这个像吃米饭一样撑吗？黑马王子。啊耶，啊 ，They be like， 是个花花公子，我认识的人都是这么说的。哦，真的。Raps 大过的生活，他不可能会爱你这么真的。哦，真的。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十月的天空很干净，给未来的他写一封信。Hey Kong, can you hear me? 哦，要上厕所，估计有人，有人要上厕所。